这羡慕我什么呀？我们俩人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生，啊，人生的轨迹不同。你看他比我大四岁啊，是人家说实在的，在蜜汁儿里边泡大的。您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，方方面面，后台说相声的，你甭管是这儿的、外边的，谁提于谦儿，都挑大拇哥，都佩服我。那是我们这都过过苦日子，人家没有。哦，要不怎么蜜水里长大的？有个形容词，您简直就是喝糖尿喝大的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我喝糖行，我喝糖尿干嘛呀？啊，老这么甜滋滋啊！一老生，人家在北京长大，啊，那倒没假啊，在家里边父母院，哦，靠父母，这是句老话。是是是，说这孩子日子好，父母院。什么叫父母院呢？您说一说。什么都不用操心，有他爸有他妈呢。哦，老家管。你没钱找他爸爸要钱，他爸爸给钱，儿子。拿着花去，要就给人家这份，我不行，我得挣去呀。啊，您没有这日子，我得挣去，我挣完钱还得给我儿子。我儿子啊，要钱走拿去给花去。说实在的，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话不是不是啊？你们咱别来这套行不行啊？不是啊，不，咱不是，我没给你啊，我多新鲜呢，我没给你，也没找我要过啊。我废话，有时候他也张嘴要，我假装听不见。我不行，行了。咱就别连着宗说了，父母院这倒可以。再往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有的时候，晚上没事我琢磨这事儿，我都觉得人生太不公平了。怎么呢？我怎么跟谦哥混的就不一样呢？那这怎么强求啊？我这玩意儿啊，你看我，步步血泪，这么惨，跟谦哥一帆风顺，我倒是很顺。那你当年90年代说相声不挣钱，于老师。演小品演话剧拍电视剧是干了这么些个事儿，我也没见哪个说相声的站出来骂于谦不务正业。那时候没什么正业，当年是也没有自媒体啊，是是是，不管是哪儿没人说过于谦一个不字儿。倒是你瞧我啊，剧场卖满了我也挨骂，哦，观众笑了我也挨骂，是就怎么我也是挨骂，都不行，跟人怎么比，包括到今天，你上网你搜搜，你看人家自媒体那黑粉骂我都骂出团粉来了。哎呵哈，你看有人说于谦一个不字吗？就是少了，这个也很正常啊。老话说得好啊，树大招风啊。哦，谁让你比同行们可能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哦，允许。嗯，有个成语不这么说吗？成语怎么说呀？低高于岸，浪必摧之。这是老话，这以后我改名我就叫于岸啊。我给郭麒麟改名叫于谦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，哪儿啊？您就为了羡慕于老师啊？啊，黑粉都不骂你，这也挺好的。你刷刷抖音，刷刷什么？嗯，你说谁都骂郭德纲，是怎么就没有一个骂于谦的呢？骂的少，是不是？只能说黑粉怕你啊？不至于，你怎么着你也得比黑粉下贱一些吧？哎啊！这叫怎么？您这是捧我的吗？不敢惹你啊。没有不敢惹。他骂我就骂了，我也不敢搭茬、啊、我一搭茬他更得意了。您就别说话了。哎呀，人生不一样。那老感叹这。坐在后台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我就看着于谦，我心说，哎呀，人家这一辈子活得值了。您羡慕我。我到后台沏杯茶喝，忙忙活活的，哎呦，这杯茶凉了，对点我就凑合喝了。是。人家不一样。我呢坐在后台得喝咖啡。哦，咖啡，你这个玩意儿啊，你让我喝咖啡，我喝不惯。您不习惯那口，我看人家坐在那儿喝，端着咖啡啊，是还弄个小勺，叮了个叮，叮了个叮，叮了个。我拿板改的勺是吗？不是，就那哗楞哗楞哗楞啊，就搅和啊，喝。咱也不懂啊，说就是这个牌子那个牌子，凉的热的苦的酸的啊，这各地的吧。啊，我老觉得那玩意儿就是板蓝根。嗨。您是喝不惯，真佩服人家。当然有时候他，我也看出来，他也未必都能喝，有不习惯那口的。有时候自个儿端着杯也喝吧，啊，喝完就好了。哎，这嗨，干嘛？我这验药呢，是怎么的？我问您问题啊，您说，您说。我听说的啊，说于老师喝咖啡还要喝手磨咖啡。哎，你这就不懂了，手磨的咖啡里边有感情在里头。我就要他这句话。您要听这个，天下就这句话不是人话，
怎么不是人话了？你喝什么不也是喝去吗？怎么还得喝口东西有感情？自个儿磨去。我早上起来吃早点去，我跟人一块儿摊煎饼炸油条，我是为了早点里边有感情啊。你这，您这就抬杠，这玩意儿说服不了我呀。这自己做的吗？这是后来别人给我讲哦，咱才知道。明白了，这叫生活的品质，哎，情趣。郭德纲，你想那样喝咖啡，你还做不到，没有这心态。于老师早晨啊，4:30就起来手磨咖啡。我是不是太早了喝的？为了喝咖啡，你这是缺多少觉？熬着夜喝啊！好家伙！哦，家里趁4个管家，那都伺候我的。4:30就站好了啊，穿上西装打领带，人就伺候了，就等着。哦啊，看着表，嗯，一看到点了，过去给于老师掀被子。哦，哎呀，就是强制不让睡是吗？喝咖啡呀、啊！哦，于老师这才起来。睡眼惺忪啊，嗯，晚安啊，这四个，嗯，先生，请摸咖啡，就别那么客气了。这才起哦，先把内裤穿上。对，我还是裸睡。哎，这得穿啊，啊，西装领带啊，干嘛正装啊？大早上起来西装领带，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哦，为了磨咖啡，咱跟家里边背心裤衩是多舒服、啊、弄条破秋裤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哦，人家4点，哎呦，4:30这就西装打着领带、嗯、对、啊、仪式感。去，对，4个管家，嗯，让我上哪儿去？单有一间房间是磨咖啡的。哦，专门有磨咖啡的屋子，贵族气质，这家里房也富裕。哎呀，4个管家，嗯，后边跟着贵族。是，那个得了，贵族回来吧，都快跪下了，还贵族呢，盹儿还没过去呢，啊，还没醒，来的这屋，地上那毯子这么厚，哦，那么软的，好家伙，天鹅绒的毯子，嘿，正当中放这个手磨的咖啡机器，哦，专门有台机器，这个机器其实挺简单，有原理吗？是2块圆的石头，怎么放着呀？上边一扇儿，下边一扇儿。哎，我一听这扇儿就明白了。嗯，嗯，旁边呢还得多一个棍儿。对，没棍儿怎么磨呀？紫檀的，这材质不重要。哎，带金箍。哎，这都小意思。于老师过来，嗯，扶着这棍儿，这算行点了啊。嗯，回头看着4个管家。这一晃个脑袋，是不是铃铛就该响了？管家一咧自个儿西装，这把口袋里边啪，这是瞪出一条毛巾来。毛巾，啊，于老师把眼睛挤，哎，怕我偷吃。那个管家过来，奔着于老师屁股，啪。到这踹出去了，这就开始手磨咖啡。哎，这我这是磨咖啡呀。有时候咖啡磨完了呢，他们还给续点黄豆。那对，主要是黄豆。您拿我说成驴了，这。哎呀，我想象中贵族自己手磨咖啡可能就这样。不是这样。了不起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这些年我没少在台上夸于老师家有钱。我也听出来了，那，他爸爸如何如何，俺们家生意，八旗贵胄，趁多少钱，我没少说，当然，这都是瞎说的。哎，这终于说实话，都是他瞎编的。对，人他老爷子，他父亲不是那种人，你看是不是？嗯，但是他岳父是真有钱。你看，这轮着也该轮着他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总得说呀，说我不可乐，你知道吗？说我可乐，那是说你最起码我乐。哎，对对，就一人乐。他岳父可有钱了，当真事说。我自个儿我都信了，真的是吧？谦儿，他岳父岳母是天津人。对，那倒是。为什么我熟悉呢？因为我是天津人，我们了解天津首富，就反正算有钱。哎呦，不啊，不是有钱，真是首富。他岳父岳母住那个地儿，不住天津城里。
住哪儿啊？啊，你要说天津城里，咱们那住趁六套三居室，那都不叫有钱。这还不叫有钱？出了天津城西，嗯，天津的蓟州，哦哦，过去叫蓟县呢，是蓟县，盘山蓟县啊。哎，在那儿有一个地名叫黄崖关，那就是盘山啊。哎，就是 啊，到黄崖关往西走24里地，哦，在原始森林的边上。干嘛打猎去了是吧？哦，啊，在那儿盖了一个七进的四合院。七进的四合院。四合院啊，一个院算一进。是是，俩院两进。对，一般来说这家太有钱了，三进的四合院。哦，对，三进就带后花园，是带金鱼池。哦，他这个七进，好家伙，那就进原始森林了吧。你这得多有钱啊！他岳父天天七进七出，我爸爸赵云感情是。你想想，天天的啊，天天的都得回黄崖关睡觉去，那可不七进七出吗？白天再回天津城里再开买卖干生意，太远了。哦，这是身份问题。哦，这个代表你以为那说相声的呢？啊，今儿演完别走了，得了，后台救护救护吧，盖大褂睡吧。哎呦，那是他们，您那岳父也是贵族啊。哦，就不在乎这点道儿，太那是。但是，我很佩服他岳父，真的。怎么呢？为什么他在事业上有这么大的成绩？哦，不浪费一分一秒，珍惜时间。哎呦，他这个工作安排的，我看完，哎呦，我的天爷！嗯，我能做到这一点，估计我也能那么有钱。但是咱做不到，安排紧张啊。他早晨4点，他岳父就比你还早吧？你4点半对吗？他岳父4点就起来了。都是您说的啊。对，是的啊。不是，到底几点？不，你4点。4点。你岳父是4点开始工作。是是，你那喝咖啡，你是享受生活，是4点半。别提享受生活了，我都磨拉磨去了啊。他岳父垄断了天津的很多行业。哎呦，您这一说可就大了。好家伙，垄断大企业家是吗？4点就起来。大企业家那么早起？那个说相声的一睁眼就中午11点12点。他们爱熬夜。那你说跟人能比吗？啊，他早起。他岳父4点起来了。呵，把茶叶放好了，先做开水。你看这就要泡茶，然后煮200个鸡蛋。哎，你煮茶鸡蛋呢？那弄好几盆啊。啊，4点啊，公司就开业了啊。什么公司啊？这是早餐吗？早餐店啊。买卖不在大小，多大都干，多小也不放弃，全划了着。哎呦，哎，4点就煮上茶鸡蛋，先煮200个茶鸡蛋啊，煮200茶鸡蛋啊。哦，5点油就热了，油炸油条，对，得配茶鸡蛋，那是啊。嗯，对不对啊？抽空还把咸菜丝切出来。哦，那就是还有粥啊。有啊，5点。火上来了，把豆浆还得热一热。你看丰富啊。啊，是他垄断了，他给。别提垄断了。垄断了。这得多累呀，这个。到6点啊，能喘口气儿。歇会儿。先骑自行车给人家送牛奶去。还有这差事？有有有有。嗯。7点给小区把孩子们送幼儿园去。哦，还管接送孩子。开那个电动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哦，自行车拉不下了。哎。嗯。7点半。是公司打卡，这才干点正事儿啊。8点，8点给新的员工培训。哦，9点批复文件，这才是董事长该干的。10点，嗯，开董事会，正经八百的工作来了。11点，啊，接见国外的这些个投资商。哦，真有大投资人。哎呀，哦，12点吃早饭。怎么现在才吃早饭？忙活一上午没工夫吃啊。你要不做早点不至于的。12点吃早饭。哦，哎，连吃饭带休息。是，这个时间很短，只能到中午1点。哦，就这么点时间。哎，连吃带歇着。哟，1点了，开始。这又干嘛？把包拿来，茶水沏好了，放好了。这是白袜子、布鞋、腰带、大褂都装好。干嘛呀？上小园子说相声去。还有这瘾呢？150也得挣啊。哦，小剧场。对对对，那是。2点准时到剧场。为什么？2点20下场。这孙子开场去了，给人家
三点啊，就园子门口摆一摊儿，卖十三香。这倒是近点，那是方便，出门就唱。哦，哎，下午四点是视察自己的新楼盘呢、啊。这身份转化，他来得及吗？你说是吧？来得及啊，来得及。到五点，这是特别着急的事情。这个赶紧往回赶啊！干嘛呀？打开冰柜，把羊肉串拿出来，得缓着。这个是晚上的摊儿又出了，是，一般是六点左右，哦，哎，那客户都排好了，就还有名，六点准时跟着给人烤，哎呀，给人烤忙着，哎，是是是，七点骂街，骂什么街呀、啊？城管来了，哎，这嗨，哎呀，就这罪也受，哎，八点，嗯，董事会，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不闹得慌吗？这个，八点董事会，哦，哎。九点推那车出去给人炒饼，他就不怕其他的股东看见吗？有口罩，哎，这嗨，炒饼、炒面，嗯，哎，炒饭是鸡蛋西红柿汤，呵，要一个鸡蛋，要俩鸡蛋都得问人家。哎，这九点哦，十点卖糖葫芦，还有别人不挣的钱吗？十一点跳大舞，跳大舞，哎呀，就是。或者在楼群，或者在河边跟老太太们扭去，小情趣，还得放松一下，也得放松一下。哎，哦，还有河边。哎，十二点啊，刷手机，刷手机，看美女主播给人刷礼物，闲心太大了。嗯嗯嗯，啊，十二点是到一点，怎么样？凌晨一点，屏蔽左右。要干正事儿，严禁任何人到我跟前来。他干嘛呀？凌晨一点，嗯，和美丽的女秘书聊情感问题。这是得屏蔽左右。嗯嗯嗯。啊，一点是跟女秘书俩人情感问题私人接触，好、哎、聊一聊天儿。是，一点十分出去散步，就聊十分钟啊？好，定一天这玩意儿，就是太困了这一天，那还累呢。哎。散散步到凌晨两点哦，哎，快捷酒店门口卖玫瑰花，卖红玫瑰，什么钱都挣。哎啊，头三点坐车回黄崖关睡觉。三点钟从天津对，回黄崖关，回黄崖关睡觉，得赶紧去，因为四点还得煮茶鸡蛋呢。哎呦，挣这点钱够买飞机的呀，你这玩意儿，哎。四点钟又出摊了，那可不，老两口子啊，岳父岳母，好这份，我就是人家这种大户人家的这个生活，这个状态怎么就这么棒啊？怎么棒了？听着多忙叨啊！你看，忙叨人家有成绩，那得有成绩。所以说，咱两家生活不会一样，不一样吗？我哪能一样吗？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谦儿哥，他在我们后台啊，嗯，独树一帜。跟别人不一样，既传统又现代，就是他。这怎么叫既传统又现代啊？你传统，你看，你问他你喜欢什么呀？他告诉你，我喜欢种地。那就独树一帜，对吧？ 对， 对别人来说，这种地可能是工作，我还真喜欢。对他来说，这是就是兴趣。哎，种地好玩啊！嗯，那北京锦南头，嗯，开出一块地来，是没事跟那儿种地，多好啊！最大的兴趣，对，田园风光。哎，有时一高兴了，把牛推开，自个儿耕二亩地。有牛不用自个儿耕，你看兴趣吗？哦、啊，那牛倚着树叼着烟卷看着。哎呀，我那点烟都便宜牛了啊！你不服行吗？啊、得服啊！吃个西瓜，嗯，像咱们出去买个西瓜去。是啊，于老师没有，必须是自己种的，自己种西瓜，自个儿种西瓜多麻烦，那哪能嫌麻烦？自己种的好，还算日子呢啊！找庞各庄要西瓜籽儿，那儿的好啊，自个儿算哪天下种。嗯，咱哪懂这？人家好、哦、好，嗯，阴历的五月十二，这是个良辰吉日。阴历五月十二是个什么日子？屈原的头七。哎，我算的太细致了吧？下种，嗯，哎，浇水是上肥，那得长啊，到滋出苗来。对，一滋出苗来，于老师就不回家了。怎么？就怕这苗让别人动，也怕鸟给吃了。一吃就不长了，撅在地上看这苗，盯着呀，好一撅撅一天，我这腰受得了受？就是嘛，到天黑了，晚上八九点钟，是四个管家才给他抬起来啊，是动不了了啊，抬回去躺会儿，早上四点半还得叫他磨咖啡呢，
我跟我岳父都这么忙，感觉了不起，是吗？我真的很佩服于老师，就勤奋、啊、高兴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啊，这倒有这特点，想一出就是一出啊，这这过得好好的啊，我要去游泳，你就这玩意儿，游泳也是我爱好啊。这四个管家就忙死了，老有这四个管家上网给他搜啊啊，今儿要游泳哪儿游啊？现搜是大连，是青岛，是威海，是哪儿？哦，去海边，今天的温度，海水的质量，嗯啊，沙滩那儿合适不合适，这就是讲究。就我说，哎呀，咱比不了，是吗？哎，这儿搜完了，比如说，哎，先生，今天咱们是青岛，青岛海边，啊，一会儿飞机就来了。哎呦，我有飞机了，飞机啊，送我岳父四个管家，四个管家伺候于老师，嗯，哇，纸飞机呀、啊，扔出去那个，不是，就是一扔，看这纸的去哪儿，飞机往那方向走，好，改算命的了。哎，到了，到青岛，这沙滩上都准备好了，哦，都已经准备了。哎，太阳伞织的，嗯，摆一小桌、嗯，上面各种的小吃，嘿，凉啤酒，那是得有啊。好，一大帮人、嗯，这地面上还一帮伺候的呢，当地也有人，连男的带女的，服务员乱七八糟，二十来人。好家伙，接着是四个管家搀着这贵族就来了。哦，四个人搀我，那、啊、是，哎、哦，打地边给扶来的。哎，这好家伙，还没直起腰呢，撅着看西瓜呢。于老师到这儿来，这儿才脱衣裳、嗯，准备游泳啊，一丝不挂呀，嗯，光着游啊，不是脱了这个好换游泳裤，我家里换完来不好吗？我非上这儿，你不得海边换吗？对吧？哦，二十来个服务员连男带女的站着看，干嘛？我卖票不卖票啊？我这脱完之后啊、嗯，不能马上下水啊，得晾一会儿啊。你可记着啊，后都脱完马上下水，这个皮肤血管冷热就受不了。你这地方还挺讲究，得适应一下。嗯，这二十来人都站好了，于老一丝不挂。嗯，叫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干嘛？我这嘚瑟什么？就为给人看的是吗？哎、差不多了，这才把内裤穿上。哎，那是看的差不多啊、哎。嗯，穿上内裤、嗯，哎，都脱了，嗯、鞋袜子都脱完了啊。嗯。坐在这海边这躺椅上，是太阳伞底下，嗯，凉啤酒，吨吨吨吨吨吨吨，这才喝，高兴，是青萝卜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就凉啤酒啊，哎，白萝卜片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啊，哎，胡萝卜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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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干嘛改兔子了？我全吃萝卜，炒黄豆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啊，还有黄豆，炒黑豆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哎，炒青豆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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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豆子有劲儿，那是高兴，吃，吃完点根烟，还抽。我是游泳不游啊，我那些个二十来个服务员不敢说话啊，那是都看傻了啊，嗯，非得这四个管家是先生游吧，哎，对，早就该游了，太冷了，那么冷吗？我们这军大衣不抗寒，好家伙，军大衣都不抗寒，我这晾二十多分钟，嗯，贵族啊，游游游游，赶紧吧，马上，哎呀，嗯。这个，哦、哎呦，还好，哎呀，哎，还以为穿着西装呢，是怎么着？这才下水，啊，一下水它就不冷了呀，水里暖和。您各位有这常识哈，嗯，进了水，水里的温度是没问题的。哎，对，在水里游啊，高兴是。可是刚才跟岸上，他可没少喝风啊。那是，那多冷的天儿 啊！还有凉啤酒哦，青萝卜。还有呢，白萝卜是，炒黄豆，嗯，青豆、黑豆，对，这一肚子东西啊，怎么样？到水里面拿这浪花一拍，嗯，这个玩意儿您各位是有常识的啊。你打算呢？于老师就漏气，什么叫漏气？就有气体嘛，嗯，就产生气。但是岸边这帮人不知道，那他们哪知道？离得远呢。对呀、啊，于老师自个儿知道。哦，他们只能看见远远的看着。就别让他们看，瞧这水面上、啊，他们还纳闷是有鲸鱼吗？哪儿有鲸鱼？哪儿有鲸鱼？别瞎猜了。海面上小鱼儿，嗯，小虾，哦，蛤了，呵，还有整个的黄豆。哎呀，没听说，恶心不恶心呢？啊，怎么我上那儿打窝子去了？是怎么的？既传统又现代，别，
别提这个了，真的就既露怯又现眼，贵族人生啊啊！我说的传统现代，我这都是有证据的啊，是吗？很时尚，你别看种地很传统啊，哦，它很时尚，我还时尚。我们后台那个用手机，嗯，多先进的都是他先用，我好这个电子产品，他打苹果，你打苹果半他就买，哎，什么叫苹果半呢？他不到苹果一的时候他就用，嗨，那会儿咱还纳闷他。嗯，他那玩意儿上面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按钮呢？啊，对呀，没有键。后来咱才知道，拿指纹开。对了，哪见过那玩意儿去？那时候新颖。后来我们也都用了，也学会了。哎，但是你看吧，这，嗯，指纹开，我们跟你一样，指纹开锁了，人家也改了，我又改了，改脚纹，不是苹果改，是我改。你个这，他就是这么先进，老走在别人前边。哦，哎，人家我不拿手，没有意义，是吗？换脚趾头。走到别人前边，我印象很深。那年冬天，我们俩走到西单那儿。哦，嗯，他打电话。嗯，哎呀，给我拿这儿。是啊，穿一背带的棉裤。我带一脚指纹开机的，我穿一背带的棉裤，就是脱毛裤啊、秋裤啊、绒裤啊。嗯，哎，丝袜呀。我去，行了啊，哪儿有丝袜呀？又脱了袜子啊。哎，扶着电杆子，拿手机。哎哎，开了。那可不得开吗？真服人家。是啊，谁呀？嗯，哟，打错了。呵，这穿袜子，穿秋裤，是忙活40分钟。那可不是就这一个打错电话。嗯，真羡慕人家。你羡慕这个王府井脱衣服？嗯，我说的是西单。反正是闹事。是是是是是，净闹事儿。嗯，净闹事儿。崇拜谦儿哥。嗯，真棒啊！这有什么可棒？他们家里边都是智能家居，您没告诉您喜欢这小电子产品？不是您这种富贵人生用得起吗？那玩意儿是挺贵。于老师这车啊，一进小区啊，他家那门锁自动就说话了，啊啊，说话，于谦老师回家了，嘿，哎，人家能认出我，他刚进小区没到家门口呢，就能赶上他车一进小区，门锁说话了。就是于谦老师回家了，好，你们要快一些了。给谁报信儿呢？他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就是提醒家里的那些个智能的设备，哪些个智能设备？全是人工的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于老师回来了，你们要快一些了。这个意思，什么就快一点？哎呀，一会儿外边啊，车一停，于老上来了啊！哎，这行了，回来，我刚打青岛游回来的，别弄这个。到门口站着，人不用伸手，那个门锁自动识别。啊，这现在有。哎，于老一站，嗯，就识别我这箱是吧？因为门锁都在下边啊。嗯，你当时安的是有问题，你应该安这样。哦，看你就方便，是你安的在底下。所以于老师得这样，我这么智能的东西安底下，不是，就是关键是一下，今儿还有问题，没开门，哟，没打开，没开门，嗯，因为您那个眼睛这两天上火，眼睛红的，哟，哎，脸上有粉刺啊，牙上还有韭菜，手指头还爆皮儿，我就这样了，我就别出去了，我还往出溜达，摁半天啊，这个门锁，请再等一小会儿，马上就好了，呵，你看这玩意儿。太智能了，太智能了。嗯，一会儿功夫，嘎噔，嗯，门开了，啊，门开了，自己开。哎，门锁还叹气呢，是，哎，累死我。这是门锁叹气呢吗？这是是是，啊、嗯，门开了，于老师进来，各屋找。啊、嗯，还找没人？嗯，哎，挺奇怪啊。是，关好了门，坐在这儿脱袜子。脱袜子，脱袜子，坐沙发脱袜子，回家了吗？换衣裳吗？松快松快。哎，一脱袜子，嗯，你看那窗帘儿，呲儿，怎么样？关上。你这才叫智能啊！不服行吗？对，要脱衣服可不是得关吗？那是，这是隐私啊！对对，一脱袜子，窗帘关上。对，哎，脱袜子，换衣裳，脱个一丝不挂。是，你再看这窗帘儿，呲儿，合着我就脚不让人看是吗？就脱袜子的时候关上啊，不是，他不光是窗帘打开呀，啊，灯还亮，哎，对，也
哎呀，亮如薄昼一般，外边都能看见啊。看一罐子那个去了，因为您各位都了解那个楼啊，嗯，真是摩天大厦，30层、50层的，你跟屋里光着也没人在乎。那那么高没人，您是临街，哎，临街，好门脸房我脱一丝不挂啊。但是您这个玻璃，是一面玻璃一面镜子。啊，这就我就理解了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，一面玻璃。于老师过去挤这粉刺啊，哪面镜子呀？哪面？合着我看不见他们，他们能看见我是吧？哎，挤完了啊，嗯，洗个澡，反正我都得嘚瑟干净了啊。嗯，洗澡一说洗澡，嗯，那屋那浴缸说话了，说什么了？水温合适，请。你这早就知道，高科技啊，于老师，哎，奔浴缸是哗。人家自动的给你投香料啊，是啊，西红柿啊，酱油啊，盐呐、啊，香菜啊，那不叫香料，那叫佐料，知道吗？干嘛要煮？水温显示100度，快开了！你说这玩意能不烫坏了吗？那肯定得烫坏了吧？哦噜噜噜噜噜噜，就出故障了啊！家里机器人过来了啊，家里有机器人啊，机器人来干嘛呀？给于老师拖起来，拖起来，拖起来，送您上医院。机器人管送医院，哎，您都动不了啊，掐着腿啊，掐着脖子，哎呦，啊，你还喊呢？喊什么？穿上衣裳再走。这还，哎，我能顾得过面来。嗯，那是啊，嗯，到门口，门口门自动开了。哦，机器人拖着于老师，是，哎，到门口这儿，哎，走，我就扔出去了，我用它扔我呀？它的程序是不能出这个门，不能出这门，你扔我干嘛呀？它只能到楼梯口。哦，啊，咵，给您推出去。啊，转过身来，他还得归着干活呢。他家里还有事儿，就您门口这个，他得做卫生啊，哦，倒垃圾呀，啊，是给您归着鞋呀，啊。嗯，哟，怎么着？哟，这有双皮鞋。嗯，啊，电脑自动识别，那得皮鞋不是你们家的。嗯，机器人这手砰就改了刀了。哦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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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把鞋切碎了，这是一打包，夸一扔，就这么高科技。哎，这是人性化的东西。那是那是那是。啊，那边于老师自己，嗯，打车上医院了。哦，哎呀，上医院，还是没穿上啊，来不及，门已经锁上了。到医院不是给那各种医生吗？对吧？啊，我直接住院去了，合着，啊，烫伤了都。哦，一到医院选择，选择人家去那个医院不是咱普通医院，哦，都是机器人医院，啊，也去那高档的，大夫那都是机器人，还没吃够。你先选择啊，啊，你先选。这医生分两种，一种是老北京的，一种是伦敦的。国内国外的，这风格不一样的。是选个老北京吧，啊，老北京的好，老北京听着舒服，好接触。对对，腾儿一选啊，老北京这机器人医生来了啊，机器人噔噔噔噔跑进来啊，这位爷您好，哪儿不舒服您呢？嗯，不要紧，堵我呢啊。呵，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闲着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于老师一瞧，这不行，有点贫，换一个伦敦的吧。哎，在外国要一个英国绅士风格的机器人，来试一试。打外边进来了，嗯，西装领带，小眼镜，戴着礼帽，风格就变了。那是，嗯啊，英国伦敦风格的机器人。他怎么说？来了，您了，嗯，这位爷哪里不舒服？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合着就是味儿变了是吗？这字儿一点没变。自动检查，赶紧检查吧，于老师。搁在手术台上，哦，咵，这是灯就灭了啊，灭了。机器人不用自动识别啊，红外线的，咵一下子，嗯，就把您的肾呢给您切下来了。干嘛呀？我这是？他觉得您的肾以后会有问题，这烫伤就不管了是吗？那个慢慢就能好。嗯，没听说，那我上这干嘛来了？咵，肾拿走了啊，一会儿又回来给您拖40万。我上这卖肾来了，我拿40万换一肾，给一塑料袋，于老扛着40万。嗯，捂着腰，呵，哎呀，我都折在机器人手里了。